在这个横泽湖太湖这个地方，你比方说人家一个城堡这一块湖面要养鱼，然后这个塘呢淤泥很深，一般的挖掘机下不去，容易陷下去。下去的话，我的平台就被淹掉了，整个电路系统就瘫痪了。有一个机器来挖，就感觉到这个是一种渴望，那种渴望的心情，让我感觉到非常难忘。我想我一定要那个造一种机器，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来满足他们这种需要。人在雪地上或者烂泥地上站的是不行，要钉个木板，这样的启发就让我就想到了要把这履带板和船这个履带架要做大，这样就想到用船增加浮力。船呢是分三个室，您为什么要就是设计成三个船室呢？三个船室，这样是三个工作室。这样如果是有一个室，假设是失效了，工作失效了，比方说我们漏水了，或者是坏掉了，这样还有两个室可以连续工作，还可以工作。第一代呢，我们的船是比较窄，长度呢也比较短，所以适应面还不是太好，尤其是在我们背要加长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它的那个浮力不够。同时呢，在下去以后，我们感觉到这个驱动力呢，也不够。这是第一代当时出现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。但是它到深水以后，感觉它那个，已经就不能自举行动了。确实是动力方面还是感觉一点不足，还是不足。我觉得要加强动力方面。第二代我们要解决驱动力，把这个云带是单曲，变成双曲，提高它的驱动力，然后把整个云带的船的这个结构呢。也进行，这是第二条。第三个，把我们整体的重量进行优化一下。第二代可以在深水漂，但是不能在深水干活，它没有支点。因为挖掘机要干活，必须要是着地，必须要有支点，然后才能够提高它的稳定性。一挖掘如果不着地，它就有反作用力，船容易倾覆或者倾翻。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我简直就没办法开，还搞得还不如那上一次开的那玩意儿了。这个产品前前后投入了100-200万呢，100多万。钢材啊，下部这个履带啊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重新这个制作、重新开发，投入很大的。我这是体会到他非常辛苦，我一让他不要干了，我觉得你搞这么辛苦干什么呢？但是呢，他说既然做了呢，还是要把它做下去，总会找到办法的。用户总想买到一个动力非常足、爬坡性能各方面能够又能帮他挣钱的机器。我们做机器目的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，这时候没满足他需要，不能给他带来价值，我感觉到这是我没达到目标，我要继续要把这个事情要解决好。第三代已经把第二代又在第二代基础上大幅度的改变了。第一个，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浮球，一个支撑的作用。第二个，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机构，就相当于你在把一个东西固定的时候在磨装，所以这就可以在深水区就可以工作了。我们当时在想的是借助于船的原理，它是靠螺旋桨，然后退水，水退着船可以行驶。挖机一扎下去的时候，然后一下上来就特别震撼。觉得非常的刺激。这时候我们还可以装那一种特殊的附装置，比方说用搅屑棒装到上面以后，里边在挖掘的时候效率低，我用搅屑棒一边搅一边吸，直接把那物理就吸掉了。你看出来了，好。王哥，我们有共同你的希望。哎呀，成功了！好。